我劝你乖乖坐好。 失之一甲子，热毒频发，这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很有可能是恒公鱼重现人间所为。这位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妖，但是万物皆有灵，只要你的内心善良。 自会一视同仁的。哼，这么好心啊，不如把你的心给我呀。